听不出来，太厉害了。不要这样，我想咳嗽。Okay. 好，先不要讲话。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。继续，第二首歌，也例如稻穗，可能这稻穗有点枯掉了哦。美丽的同事，他感冒，他感冒。美丽的同事，这个是 FB， 我们收获节 FB 的现场的朋友点歌哦。好，接下来美丽的稻穗，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，我们是不是在给我们小军一个最力量的掌声？谢谢谢谢，好美的声音。我也因为你们的想要听到这个歌，所以我马上的换歌。对，真的。其实今天是没有这首歌啊。不讲话了啊，不讲话啊。好，来。